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事，王必胜在当天所有的检验报告出来 review 过以后，向外说明以后，然后下班以后六日不能出去有自己的活动，那执行者以后礼拜六礼拜天你不要有自己的活动，我觉得没必要去对公务人员或民意代表去把他的上下班时间去严格规定，因事件所以你不能下班，我觉得你拿社会观感干什么？警察不是查你车的时候密录器也有录到你跟警察在那边叫啊叫啊叫啊，你把违停吗？但当时你都没有觉得你的社会观感不好吗？